哇，这句话你好，我爱你。那个，不行，你太漂亮了，我挺不住了，想跟你聊聊天，问你两个问题，行吗？要上镜吗？我你眉毛让你剃了呢啊！我可以补个口红吧？啊，行，我也没收拾，没收拾这么帅。你是看过我视频呢？好像是看过，那我对帅哥有一种天生的亲切感。为什么选这台车？老头送的。开玩笑你有点长得有点老弱病残，不是，你长得男女老少的，就是你是 PS 多，你嘴唇不灵不灵，真好亲，看起来人艳吗？啊，好好，视频的拍完的啊。其实这个性格不招人喜欢吗？挺还行啊。你喜欢吗？喜欢呢。你是想得到我的人，还是想得到我的车？不好意思了，哎呀，剪掉剪掉。你的菜挺好。摘下来送你。啊，不，不要，送你了。不要，我往掉盘子洞里了，听你说话的动静。哎呦，这骨子都整酥了，给我。我老弟那个，在街边遇到你，他觉得你很漂亮，然后我替他来追你，啊，就是这样。你替你老弟来追我。啊。完蛋了，然后开始爱上你了。为什么，老弟？老弟，你先回去吧。那个家漏水了，刚才给我打个话，房东说。啊，你喜欢什么样的男生？喜欢长得帅的，会哄我开心的，喜欢你这样的。我都没什么发挥空间，我感觉跟你在一起，整个人都麻了，你像麻药似的。你多大？不太方便说，我小声跟你说可以吗？没事，我吸我阳气了，感觉吸我魂魄了。刚才我是学医药的，我家里都是中医。我相信你。是你一直都没有证实过我。对，我害怕，因为像你这种蛇蝎美人，不太好惹。不是。要不我使使劲吧，我就是下个决心，我看你行不行？好。我不行了，血压上来了，工作压力太大了，我才穿成这样的。希望你一直压力都大一点。我最近拍了个剧，快上了，下一部剧你可以来一起玩，一起演，行吗？好呀。啊，好呀，我就当你是在约我了，你给我拉钩。啊，好，到时候叫我。行，那个，拜拜，那手串下次给你啊，